这是金艺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，第28首诗：出发扬子，即元大小叔。作者韦应物。萋萋去亲爱，泛泛入烟雾。归棹洛阳人，残钟广陵树。今朝唯此别，何处还相遇？世事播上舟，颜回安得住？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